就算穿围裙厨房，依旧高腰 style。柯市长难得当大厨，在家里从来都做菜。没有老婆大人陈佩琪救援，柯皮厅主厨介绍备料，挤眉弄眼，一脸困惑，在转头看看旁边，硬着头皮拿菜刀上场了。其实就拿手术刀差不多了。爆香拌炒，把车上鸭肉丝、加点菜、拌面利落翻炒。市长看起来非常专业。驾驶室主管，好厉害！市长，他去家点点点。市长也是搭了偏菜吗？家厨拼软男形象，抢救最弱婆妈票。镜头前大客成品，完全没在顾吃相。你们那个，请问一下市长，是中午市长有吃饭吗？想评一下自己的菜吧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柯P猛吃到没空讲话，因为真的中午没吃饭，只有面包果腹。家人依旧满档跟时间赛跑。其实我最近也是转过头来开始很认真做市政了。我以前在喜欢乱讲话吗？从政治门外汉到目前蓝绿无敌手，拼连任剩一年，柯政制造菜要拼北市民觉得好吃再来一碗。记者陈时电陈玉文，台北报道。